慢点，彪哥。彪子，我要给你叫十三。可让我去山庄换顺子。去山庄？去山庄干啥？新老大不是在山庄呢吗？要不咱俩一起去？我不去，那烂泥鳅我老去。那会儿还去摩托车去。走吧。嗯。哥，你真没事吧？老四，走吧。走花，走花，来，不接，让一下。你们俩不是回去守麦子了吗？都回来了？都回了好几天了。我知道了，你们急着回来是找我谢老大要工钱的。不是钱没少，那好几千块呢。听说你在夜总会上班，挣好多钱了。不是不稀罕那几个钱，那不现在这工钱一时半会拿不动，只好干点零工，挣点零钱。 晚上挣那么多钱，白天还出来找活干？我不是没有办法吗？我跟你们两个不一样，我家里不还一个吃奶的孩子呢吗？谢老大在医院里怎么样了？谢老大失踪了，你还不知道？失踪了？嗯。他不会是卷着咱们的钱跑了吧？跑了？他被人打成那样，咋跑啊？听说在医院是被人接出来的。这下好了。 我看这工钱呀，一时半会儿真的拿不到了。你们两个找着活了没？我们俩一大早就来找了，人家请的都是技工，我们俩只有力气，这活不好找。刚才我看见那边招力工来着，要不你们两个去那边看看？ 你不在工地上待着，你在这干嘛呢？啊？行啊，铁子，没看出来呀，你还好这口呢？啊？啊？ 懂不懂规矩啊？懂不懂规矩你？你一个工长，你不在工地上给我待着，你在这给我整这破玩意儿啊？哎呀，赶紧给我把他轰走啊！我知道，嗯，知道。哎，我问你，这些人是不是谢老大那些人啊？是啊。哎，彪哥，我忘告诉你了，这帮人可会找地方了，昨天晚上他们上他们施工楼上睡去了，我把他们臭骂一顿，他们还反了你们了。 你们知道咋回事不？那施工，行行行行行，别嘚瑟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哎，这些人呢，从现在开始都归你管，啊，你给他们安排活，会技工的干技工，能干力工的干力工，听见没有？大家伙回来了，啊，收成怎么样？啊，庄稼都还可以吧？
来，给我让一下，让个地，给我让个地。你敢什么呀你？你安徽的？不光我是哪里的，你不得有个脸色。我给钱，我给钱，我给钱。我给钱。大家都掌握岗了吗？行，太花钱，花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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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
刚回来给我走了。这是哪儿的？跑这来敲生日了？我们是宋江市动迁办的，这个房屋啊，我们已经动迁了，在两三天之内啊，我们就需要拆除。你赶紧啊，赶紧搬走，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？赶紧，赶紧搬家。大哥，先生忙点。是那个洗浴中心的那个陆师傅，啊，对，就他。哦，原来这个事情跟他也有关系啊？咋能没关系呢？他吧，原来就工地上民工，他不是给人搓背的，知道吧？那不你们公司没给钱吗？人为那口饭，人上洗浴中心了。你现在呢，这个谢老大不找不着了吗？所以民工吧就推举他，说跟公司商议商议，能把钱要来就得呗，是吧？那啥，老陆啊，你有啥话你就那啥。啊，对，陆师傅，你有什么话呢？你就跟我讲啊。他不是老板，真正的老板不是他。哎，老陆，陆师傅，你别紧张嘛，你有什么话你就慢慢说嘛。哎，陆，好不好？老陆，好吗？你干什么呀？老陆，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看你这是干啥？你呢？你干什么？哎，李平，你别，你这老板不是他，不是老板，这是脑子没毛病吗？真正的老板不是他。你告诉他，这个线我不干。他脑子没毛病吗？你跑这儿闹事儿，你负责。他是个跑腿的，他是个跑腿的，知不知道？不是他，快点走！哥，哎，老陆，老陆，老陆，这你瞎拧啥呀你？这人家公司，找他干嘛没得用？你这整事儿，他不是老别拧了，哎，别拧了，是不是？老陆，事儿记得吗？啥事儿？给我打电话，别忘了啊！走吧，啊，走吧，走吧。干啥呀？都冷的喝的。哥哥跟你们说的事儿，你们都考虑好了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那不是什么人都用的啊。就谢老大整这童工，谁敢用啊？你们愿意去的到工地找我，不愿意去的别勉强自己啊。你们谁去啊？你们谁愿意去啊？你去不去？我还没想好呢。要是去，今天晚上饭也着落了，咱不能饿肚等钱呢。走啊，走。
出发。哎，真的假的？飞哥那摩托车线也拧松了，是真小子干的？我看不像那小子干的，那飞哥也说不是。但他妈那小子太抗揍了，咋打都不倒。我看这位飞哥呀，算他给制服了。那早就看出来了，那小子就他妈一根筋。飞哥咋给你一拳呢？他俩打仗揪到一起了，打滚在地上。我一看这飞哥要吃亏啊，被那小子摁底下了，电炮都举起来了。我一看这能让飞哥吃亏吗？我他妈抬一腿一脚给那小子卷飞了。他妈飞哥也不知道咋回事，起来给我一电炮，正好打这儿了。他妈现在还疼呢，他妈活该，该打。你知道那啥吗？那叫决斗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过去那个外国电影你看过吧？嗯。两个男的这个女的决斗，哎，一人一把枪，打死活该。那叫现代版的决斗，你知道吧？啊！往哪边出去？要不往哪出去？我找不着这事儿。你这咋了？你把他借给我家娘娘，娘娘尿呗，站着尿，快！胖子，哎，飞哥，哎，摩托车修好了吗？修好了。啥毛病？就调下刹车，没啥事儿。多少钱？哎，不要啊！不要了。行，那就这样，那你逮着啊。哎，走了啊。董飞。啊。我找你有事儿啊。啥事？这地别旧，受点伤。以前恩家一笔勾销。好。这地二别旧。为了咱俩都是光，你的深思我知道。这第三杯酒，为了你救我一命，
说吧，今天找我有啥事？服务员，服务员，来了，拿两杯。这三杯酒我敬你。你少吧，三四酒。待会找谢老大，找谢老大，你找他干啥？我今天来找你，不是为我一个人，而是为工地上100多号拿不到工钱的工人。我知道这里头事儿你比我清楚。找到谢老大，就是为了跟你们老板打官司，拿回我们应该得到钱。找不到头，我们100多号人的工钱彻底没指望了。我杨志刚。这辈子为自己事儿从来没求过人，谢老大在那儿，其实我知道你知道谢老大在哪儿。有人吗？谁啊？王家才住这儿吗？他不在家。你是他妹妹吧？你谁啊？我是他朋友。朋友？有事吗？
你哥昨天被夜总会开除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哥被夜总会开除了？都怪我，我心里也挺难受的。那天给他钱，他也不收。大家都挺不容易的。这钱，你替他收着吧。心里还能舒服点。哎，你等等，这钱我不能要。我们过得挺好的。什么地方啊？走了这么久，时间差不好吗？这等于让我们不花钱旅游啊，说不定给我们开到北京去了。哎呀妈呀，可算回来了。能着急了吗？能不着急？我还搓火呢。你说咱这案子吧，咋和这些农民打交道咋那么难呢？没有当记者那么容易吧？这就是这个案子本身的特点。我告诉你啊，跟农民打交道，他们缺乏法律意识，不会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。每个人呢，有每个人的小算盘，不抱团。所以说呢，他们缺乏自信心。别说他们缺乏自信心了，现在连我都没有自信心了。哎，我说，谢老大有消息吗？哥，他咋来了呢？谢老大人呢？在楼上呢。哎，飞哥。哥。飞哥，这是彪哥交代的。你俩是不是能兄弟？是兄弟，把路让开。哎，飞哥。哥，要让彪哥知道，咱哥几个可都完了。娘子，哎，我哥能进去，你不能进去。娘子，把路让开。把路让开。
行行好好。谈大货，别把我困着。哎呀，行啊！这个，衣服，哎，这个还就是他们打的。你看这个，你骑着我的摩托，带小老大赶紧走。除了这门，其他事我管不了了。哥，让彪哥知道咱哥几个真完了。出了事我顶着。外国人，我自会给我交代。到底为啥呀？下车了，下车了，来来来来，往下，往下车来，往里去，往里去，过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这咋像长城啊？是不是到北京了？来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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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里去，往里去。把这毛慢了。过来，来，搁这儿。你叫什么？往那边站，靠那边。往里走，往里走。我叫谭浩，别人喊我小浩子。哎，过来，过来，那边站。你来过这儿吗？没有啊。那你怎么这么高兴呢？好了，别说话。活干了，一个月8万块钱呢。我知道。你们怎么能答应他们干活呢？
那不等于你们之间有协议了吗？你们之间要有这个默认的这协议，这官司还咋打呀？找不着谢老大，我们这官司怎么打？是啊，找不着谢老大，这官司我们怎么打呀？他说不定被人家收买了呢，正在那跟人家吃喝玩乐呢。我们大家拿不到工钱，找谁去啊？你听听，你听听啊！他们先投降了，咱还往上冲啥劲儿啊？啊！你们口口声声说你们要找谢老大，你们现在天天搁工地干活，谁找谢老大去？上哪找谢老大去？啊啊！海兵，回来坐，回来坐，别跟他们急，来，有话咱们好好说。回来，你还别劝我，好吧？你别劝我，你是律师，你站起来说句话呀！啊！咱们大家好好想一想，如果要想通过法律途径打赢这场官司，咱们首先是不是得把谢老大找着？你们说是不是？是是。找到谢老大以后，咱们把这个合同拿出来，咱们才能够打赢这场官司。你们怕什么？你说你们怕什么？啊，海平啊，咱不用怕。如果把谢老大找着，合同拿到手，咱这场官司肯定能打赢，你不用怕。别急，连他们说这些没有用，知道吗？这都是农民，都是那啥，都是小农意识。走吧，走吧，别走，海平，海平，你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你走不走？别走，你走不走？别走，海平，你走不走啊？别走，别走，你给我个明白话行不行？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哎，李叔，哎，李叔，你还讲这话呢？我们是农民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就是农民嘛，他不是农民啊。哎，他上一代他就是农民，要么的我们这些人啊，盖房子种地，他们吃什么住什么，他们好几分放不起，是不是啊？你不要跟他们生气，他们啥子都不懂的。你给他们慢慢讲，你不要生他们气，好不好？你上啥子地方去了？你肯把我们大家急的？丹丹，今天是爸爸45岁的生日，你也不小了，14、15岁了，咱们俩今天像大人一样谈谈好吗？爸爸脸上。我知道，你心里边一直在责怪爸爸。可是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妈妈病危的时候，爸爸实在赶不回来，在帮公司干事儿。如果你也看见了，你一直以为是我抽烟让妈妈得的病，这不，我不是把烟也戒了几年了吗？啊？一直想让你受到最好的教育，这件事我一定要办到。哎，丹丹，再过几天你该放假了吧？我带你出去，咱们去上最好的学校，好吗？你说话能算数吗？保证。你还没许愿呢。啊，许个什么愿呢？
祝丹丹。许愿不能出声。